欢迎今天的家庭大师洪英正老师。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幸福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迈向幸福啊，交友啊，绝对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当我们跟好朋友之间有了一些矛盾，有了冲突，好像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到底是要一刀两断呢，两败俱伤呢，还是我们可以重归于好，再一次的手牵手心连心啊，变成更好的朋友啊。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谈冲突以后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和好，重新恢复那个友谊的关系。好，再一次欢迎我们现场的每一位同学。今天来到现场的同学有一位国中生、四位高中生以及五位大学生。不同年龄层的青少年在这个世代面对同侪交友有哪些烦恼呢？来听听他们的故事。你知道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友谊的发展也是有一些阶段性的，大家可以猜猜看大概有几个阶段，你自己又可能是在哪个阶段？我觉得三个阶段吧，从一开始初试，接下来是熟稔了之后，然后最后就是已经经历过很多故事，变得就是很固定的关系，已经经过风暴啦，对不对？或者这个好像曾经沧海啊，然后最后回归平淡，那样的一个好像友谊长存的状态。我觉得差不多，但是可能风暴跟最后真的很好会分成两个阶段，真的到最后很好的朋友中间都会经历一些小挫折。所以你也曾经跟一些很要好的朋友弄到最后可能有一段时间话都谈不上啊，面也见不上，听起来蛮心酸的啊，蛮痛苦的过程。就有些人就是很容易熟，可能就一开始认识然后就直接变成说很好的朋友，对，不然就有些人就是刚开始认识之后就觉得这个人好像不怎么样，然后就没有后续的阶段。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阶段都不一样。当你可以交心的时候，他会到第三个阶段。可是反而我觉得冲突是有可能他会让你退回第一个阶段，或甚至就不是朋友。经过冲突，你才会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有一句话叫相逢何必曾相识，大家见过面算了，何必说一定要打交道呢？一定要这样好像互相往来呢？留下来搞不好痛苦呢会比甜蜜的多很多。其实友谊的发展哈，这个很早期就有学者开始做一些论述了哈。首先第一个叫接触期，就你刚刚讲的有点初试嘛，不管是萍水相逢啦，大家呢同窗共学。第二个慢慢涉入啊 ，involvement， 好像彼此呢哎把更多的情感倒进来了。所以你看哦，这里呢通常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测试，你很想跟这个人成为好朋友，可是对方好像没有那个意思。第三个就是会慢慢进入到所谓的亲密啊，无话不说，朋友啊真的很亲密，那种感觉真的蛮美好的哈。芊芊，你打球的时候遇到很亲密的那种朋友，对不对？你一个眼神你就知道要走到哪个位置，很要好，很有默契，就感觉好像失落已久的兄弟啊。各位不要忘记，我们说哈，聚有时啊，散有时。很难说哈，天天大家都是甜甜蜜蜜，所以有一个期啊，叫做什么恶化期，开始啊会有一些差异出现。有时候朋友很容易因为钱财产生冲突，比如说价值观不一样。有，因为价值观渐行渐远是小学的时候，都不容易啊。您说看看，买东西的时候就会很常就是他没带钱，我帮他付，就他都忘了还。对，然后他也不会买零食给我，我就。累积到最后，我就很难过，就跟我爸爸讲。其实你知道，人生哈，有时候呢，哎，好像慢慢的呢，会分道扬镳，大家的观念开始会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修复嘛，刚好又有一些时机、一些场合，大家又调整，然后呢，就是那个关系又慢慢的恢复。曾经跟哪个同学呀、朋友呢，弄得不是很愉快，可是后来呢，又可以再一次对把那个友谊恢复。有这样的经历的，请举手一下。哦。还蛮多的哈，是是。好，那我们苏勇呢，你来说看看。哦，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跟一个同学本来一起做专题，后来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就一直吵架，一直吵架，后来就拆组，然后我们就冷战了一段时间，
然后结果就我去跟他道歉，然后我们就和好。叫大家一起做专案是最容易破坏友谊的方式之一，对不对？我们之前已经有讲过哈。我跟我的死党们就是通常就是因为嘴巴就是很不检点，互相批评对方的很多很多的点，就是那个阶段就会吵架，之后还是另外一个人来帮我们拉拢关系，调和，对，调和，或者是我们自己主动。其实有时候朋友之间你说真的是亲兄弟，但是下一句话叫什么？明算账。明算账，有些界限还是要守住，不要说熟到一个地步，然后就肆无忌惮啊，随便就跨越那个界限啊，这样是不行的，对啊。比如说你刚刚讲语言的那一种暴力伤害，其实有时候是很大的。那我们最后看到的就是什么？哎，有些如果没有修复得很好，真的可能就会掉到那个解体。啊，这个解体哦，有些时候也不一定说没修复好，因为可能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前还有跟国小的同学，到现在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常常会互动往来的。好，我也还是有哈，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刚好不知道自己也很难界定哈。我有两位，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有时候还是会出去吃个饭。真的是那个真的，如果你能够一生都拥有这些好朋友，那是很难得的。是，那从国小，对不对？有幼儿园的吗？当当有幼儿园的，我有很多从小一起长大那种。真的哇，那真的是很门府的一个友谊关系啊！希望你们呢、天长地久，到年老发白还是一样一堆老人哈。对哦，那就太厉害了，太美的一个画面了。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另外呢，大家都晓得有时候友谊真的是像烟花一般。对不对？稍纵即逝啊！我们看到有一个是414个学生啊，从七年级一直到12年级啊，然后这个6年的光阴哈，来看看说，哎，他们友谊的变化，从一开始大家可能是好朋友，那到6年后会不会仍然是好朋友？只有1%的友谊能够从7年级一直维持到12年级。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我觉得你是好朋友，我要永远的跟你成为好朋友。可是你知道，太多的因素可能会让我们莫可奈何。绝大多数的友情只能维持1-2年，所以呢，当当那个从幼儿园到现在的那个好朋友啊，我觉得哈，你应该要好好的珍惜。还有你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人哈，现在的好朋友还最可以回溯到最年幼的可能是什么？国中那时候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有一个去重考，所以比较没有联络。说明他看到节目，然后他就会再想起你。对对对，最好的话应该是国小3-4年级的时候的同班同学，对。然后就一路到现在都还有联络。假如说以前有一个女同学跟你蛮要好，后来你有了女朋友，还能够继续成为好朋友吗？会啊，我那个3-4年级的朋友就是这样，对，她就是一个女生朋友，但是一样没有变化。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啊，友谊是会走上终点站，友谊会画上逗点啊，甚至是句点。学习结束友情啊，或者友谊也是一种功课啊。很多人呢，这个朋友当不成呢、最后反而变成了好像仇人呐、有时候见面呢、好像就觉得没什么特别好的感觉啊，那真的是不太好。青少年呢，最有可能跟什么人来交往？就研究上发现呢，就是有共同特点的人，就可以维持长久的友谊。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而且他们可以共同享有那一些成功。有哪些呢？比如说像思维啦，或者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你知道学习上的能力，就智商，还有兴趣啊，这些呢都有可能成为很好的朋友。有没有可能在班上有两个同学，或者有一些同学都被人家讨厌，最后他们变成一些好朋友，有没有？只要是有共同点，就比较容易成为好朋友。友谊很多时候并不一定很能够长存，尤其青少年处在一个身心不稳定的状态，价值观有时候我们也会随着什么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对不对？所以以前认为说，哎，我们价值观可能很像，慢慢的会越来越差，越不一样。好，有没有因为功课一个好一个不好，后来就很难交往？有没有可能？我记得我们前面也有同学说过啊，对不对？就父母也反对他跟某些人交往啊，因为可能成绩上。彼此在档次上面有差距啊，一个比较喜欢念书，一个不喜欢念书，你看他们的时间空间就会完全脱节，对不对？所以要成为好朋友也不是很容易。若美，你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有时候要参加一些演艺工作，会不会有时候也比较困难，跟同学发展很好的关系？像我国小都会遇到，可能校外教学或是其他的活动，我都没有办法参加，等于说跟大家少了很多共同的回忆。那是友谊的温床嘛，对，所以没办法参加。你最后就会发现，真的很好那种才会留下来，然后可能有些根本就是怕尴尬，所以才跟你表面上很好那种。所以那也算是一个炼金石哦，对不对啊？就是说，哎，我们不因时间空间的改变而友谊改变。从此就会看出来说，友谊真的是很不容易。
你有没有跟人家一刀两断的经验？有的呢，我们就用哭脸；没有，我们用笑脸。我们有四位友，然后呢，那个小鼻毛永远都是中立的哈，当当也是中立的。好，我们来看一个主题剧，大家还记得吧？严勋跟峰哥他们不打不相识，原来他们是网络上的朋友，但是呢，因为文武为了要学校能够啊给他这个机会出国，他去诬告啊严勋呢，他考试作弊啊，又把这个照片散发在网络上。造成了很大的风波，他们的友谊关系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文武跟严勋，或者是甚至跟峰哥之间，接下来的人生的道路会是怎么办？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为大家预备的主题剧。妈，我回来了。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我不相信你会作弊，就作弊的啊！你怎么可能作弊？学校的功课这么简单，你闭着眼睛都会答题，你怎么可能作弊呢？况且你一点都不 care 成绩。对，我不 care， 但是你们 care 啊！我们当然 care 成绩，可是我们也很 care 操心啊！你知道吗？美国人他最重视诚实，你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进得好的学校呢？不在意，那就先在意一点。你知道吗？记过很严重，这个锅会跟你一辈子，你的人生一辈子都会留下污点。那我人生中也有很多亮点不能抵吗？我拿过盖杯比赛、摄影比赛、电竞赛的冠军，还有花式扯铃比赛的优胜，但是你们一点都不在意，因为这些不是你们要的亮点。学生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学生最重要的就是念书，跟念书没有关的你都不要管。对对对对对，把我人生中最精华的时间拿来念书，就是为了让我读我一点都不感兴趣的医学院，然后接管爸爸的医院。但是这些。你们有问过我想要吗？那你要什么？你告诉我你要什么？你这么年轻，你懂你要什么吗？你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了，多少人羡慕你啊！我觉得记过很好，真的，人生中的瑕疵污点都很好，这样你们就不会认为我是完美小孩，也不会觉得我能读医学院去美国就学，更不会替我安排我的人生。顾延勋，你怎么看着我？顾延勋，快回来！你知道吗？我爸连苏武的事居然没有记过哎！真的，恭喜你。还好苏武说只是闹着玩的，这样我阿妈就不会担心了。很好啊。你知道学校附近最安静的地方在哪吗？后面河堤啊。有时候我会去那里思考人生的大道理。干嘛？想要发呆思考一下。那里水很深哦，不要想不开哦。严勋起床咯，严勋起床了，严勋赶快起来，要上课要迟到了，快一点起来吃早餐了，等一下要迟到了。你拿那么多东西干嘛？严勋，严勋，严勋，注意的呢，是我们这个轨道平均的半径，它不等于这边。老师，请问一下，严勋今天有来上课吗？他传简讯跟我说今天要请假，我才正想要联系你。
怎么了吗？我昨天接到他考试记过的通知单，然后我骂了他，然后他就上网查一些资料，什么什么压力过大，如何解脱。我其实有点担心他。好，你先不要急。同学，你们有没有人知道严勋他要去哪里？你们谁跟他很熟呢？谁知道他要去哪里呢？你知道学校附近最安静的地方在哪吗？后面合体啊。有时候我会去那里思考人生的大道理。干嘛？想要发呆思考一下。老师，我知道。顾元勋，顾元勋，喂，顾元勋，我知道我真的很过分，我为了想要交换学生的名额，不惜再让你作弊，而你为了不让阳光风被记过，你宁愿自己背黑锅。你对同学这么好，我真的很内疚。真没什么啊，顾元勋，你不用为了我牺牲这么大吧？还有，霸凌的影片是我自己上传要栽赃给你，为了博得同情，我故意加重自己的伤势。哦，原来是你哦！对啊，看我们误会元勋还有光峰了。顾元勋，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我真的想成为你很好的朋友。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顾元勋，你先把你的刀子放下。抱歉，是我们误会你了。元勋，妈妈知道平常给你很大的压力，我都没有尊重你要什么。可是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啊，我们现在可以好好规划一下你想要什么，但是请你真的不要想不开啊。我没有想不开啊。那你为什么要拿刀子呢？削苹果啊。白痴哦。削什么苹果啊？小心。我本来要去上学的，后来想一想，反正期末考都已经结束了，学校也没有安排新的课程，所以我就跑来这里找灵感了。你太无聊了吧？拿刀子来找灵感。妈，没事啦。你刚刚问我说我想要做什么，我就要告诉你，我准备投稿写小说。写小说？嗯。经过一番折腾，这场乌龙事件总算落幕了。文武的自述洗刷了我的冤屈，还我清白。苏文武、杨光峰两家的恩恩怨怨也透过老师的帮忙终于和解收场。峰哥不再以拳头替代舌头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校园里少了霸凌事件，呈现一片祥和。而现在呢，我也可以静下心来好好构思我的小说了。在我的小说中的每个人也都必须要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承担后果。原来这一切都是你陷害顾元勋的。文武当然没有出国，因为他的成绩是作弊而来。我还以为你是好学生，结果勒，你想去新加坡是不是？这次先写悔过书，下次不要再犯，知道吗？峰哥霸凌别人，也遭到了记过的处分。当然啦，最爽的是剧中的男主角，得到母亲的认可，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展自己的兴趣。不过，这只是小说情节，因为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所以只能靠着小说来过过干瘾了。
续集呢。悄悄失控的青春，耶！回到课堂了哈，刚刚我们看完这个主题剧，最后呢真相大白，而且还是一个 happy ending。如果各位自己是处在延续那一种被人家陷害，你会怎么样？我们通常都会有大帐和小帐，然后他在大帐里面 po 了一个东西，然后我就回应他，他后来就回复说哈哈好啊，再看看。然后我有追他小帐，他也知道我有追他小帐，后来看到他有一个贴文就发说哦对了。如果我回你哈哈好啊再看看吧，就是我不想跟你去的意思，懂吗？我讲就是在说你，直接在网络上就是这样子讲，虽然你没有指名道姓，然后还一直讲说我是我自己对号入座，然后后来就跟他切。原谅我的那个落伍哈，什么叫大帐小帐？ IG 主要的账号，小帐就是私底下很好的朋友才会加入。好好好，我有一群朋友，我们是三个女生一个男生，可是其中有一对情侣，但他们因为某些原因就分开了，他们还是想要就是再和好，然后就会请我当中间人，就陪同他们一起聊天或是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会尴尬紧张，他们不希望这件事情被其他朋友知道，就他们觉得想要隐秘。可是我的那个我们刚刚的另外一个朋友，他就告诉大家，然后我就觉得被背叛。后来我觉得他也有他的顾虑，就是他也想要参与我们，然后他也怕就是我们私底下这样子会不会吵架啊或什么，他不在这样。其实我觉得朋友之间有时候那种觉得好像被大小眼哈，这种伤害有时候是特别多。纠团没有纠我，好像我被遗忘了啊，这种感觉可能都不太好。那请问一下大家哈，就是说在这种所谓的一刀两断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特别难过啊？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一直跟我借钱，然后我都不借他，他就去说我很小气。他可能会认为朋友有通财之意啦，就是说，哎，好像应该互相帮忙。我觉得大钱可能真的要小心。对啊，像小鼻毛啦，哈，对你记得就有人没还钱，后来有还吗？没有。好好好，我们今天帮你在媒体上催债。是是是，当当好像有一刀两断的经验。我有。两个，可是一个后来是最近有是是有和好了，是。然后也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跟别的就是他是我的好朋友，可是我跟另一个好朋友也很好，然后他就嫉妒，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就是他喜欢男生喜欢我，然后还有就是圣诞节就是选就是角色那种，然后我选到他想要的角色，他也不开心。我觉得他为了想要班上有朋友，他还是表面上跟我很好，可是我一转走以后，他就完全不理我，然后就封锁我，然后之前在共同场面见到他也假装不认识我，这样觉得这种朋友有点可怕，就是没有也好，反正也不缺他。其实友谊真的得之不易哦。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很重视朋友，甚至为了朋友自我都可以牺牲掉。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个研究啊，我们就可以发现哦，10到24岁的人的社交圈最大啊，就刚好你们这个阶段。其实我们有时候慢慢进入成人世界以后，可能业务关系工作关系增加了，但是友谊关系其实是减少啊，尤其进入婚姻以后更是。青少年平均有9位经常互动的朋友，但是30岁呢降为多少？7位啊！我想各位今天可以回去也问问爸爸妈妈，你现在还有多少好朋友，对吧？搞不好忽然间算算，哎，好像没有。然后呢，另外有学者从1991年到2012年哈的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研究，发现高中生认为他们在遇到困难困境的时候，已经哈越来越难找到那个可以哈求助的对象。啊，这个2012我们现在也没有多远啊，所以可见就是说。好像跟好朋友的时间会随着我们时间的推移哈，越来越少聚首啊，要大家这样好像好好相聚啊，对不对哈？然后呢，好像两小无猜，无话不谈，好像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少。所以你们现在如果真的有好朋友，真的要好好的把握。但是呢，哎，老友为什么会渐行渐远？第一个当然是生活圈的变动嘛，各位都记得我刚刚也有讲过，搬家啦，我们转学啦，我们工作的地点改变啦，这些都会带来友谊关系的变化。第二个是什么？信任的破坏。
刚刚你们讲了说好像曾经有一些矛盾冲突，然后后来又好像能够把它给弥合起来，大家又好像回到以前很好的关系，我都不太相信了。我觉得那个你知道吗，破镜什么难远啊，你知道破镜难远。所以在这个俄罗斯你看到造成友谊关系破裂主要原因就是信任，信任被破坏。然后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说，当他自己的好友或者亲密朋友呢破坏了他们对友谊的那个基本的期望，这个时候你知道吗，那个友谊关系就出现裂缝。尤其像我们到了这个譬如说高中大学啊以后呢，有这种交异性朋友，像刚刚当当讲说喜欢你的男生刚好是你好朋友喜欢的男生，对不对啊？这个冲突就会特别的大，在爱情里面跟友情好像搅和在一起，有吗？也是像当当差不多啊，就是人家喜欢你但是他又是好朋友喜欢的。对，真的啊。那怎么办呢？就离他们远一点。离他们远一点，远离风暴。对，那可见那个男生也不是你 很想要交往的。哎，怎么会这种反应呢？不是哦，你也蛮想交往的，是吧？只是因为对方先表达了，是吧？一定要赶快远离，不然很危险。是是是是，对，我忽然看到一个很崇高的身影。信任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像钱财也是很容易破坏信任感，所以有借有还，是吗？在不能。我大学有个同学啊，我晚上睡觉，我在住在宿舍，然后呢两点多来敲门，我在想谁啊，打开一看，哎，是我那个一个马来西亚的侨生。我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来还你钱，因为他白天打电话哈，他少了那个，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打电话，我们没有手机的时代，都要用投币的，你知道要一块钱啊。对，他拿一块钱来还我。我说你明天再还我就好了，为什么？他说我妈说不行，我妈说啊欠钱不到天亮啊。还有嫉妒，刚刚讲嫉妒，嫉妒非常可怕，对不对？成绩好被嫉妒，对不对？人缘好被嫉妒，长得漂亮被嫉妒，家世背景好被嫉妒，听懂吗？哎，怎么很奇怪，老师喜欢你都，你会不会讨厌那个老师很喜欢的同学啊？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很喜欢的同学，然后我一开始刚开学的时候，我就有点想说他跟其他人做一样的事，然后老师就是对他的惩罚比较轻。后来就是到学期末的时候，我有跟他变得比较熟，然后我就观察到他这个人其实是真的一个很不错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是有理由的。所以我觉得嫉妒是真的，我们要很小心。哎，请问你啊，同胞兄弟姐妹会不会互相嫉妒啊？也会呢，所以这嫉妒真的不好。还有友谊关系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不被尊重，刚刚讲的语言的暴力啊，乱讲话，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哦。比如说，哎，动不动给你随便拿你的东西，比如走过你的那个你的书桌旁边啊，就随便动你的这些学用品。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是这样，每次呢大家中午用餐的时候他就过来的，哎，哦，这个鸡肉不错，他就把我夹走了。我也只有一块鸡肉啊，自助餐吗？他把你们当自助餐在吃。哦哦，就每个人总会夹一轮。对对对对对对啊！现在忍到很久，对不对啊？走完又吃饱了。我对，奇怪，怎么会这样子？你就让他夹。啊，不然怎么办呢？这是食物，你可以跟他吵架，啊、你再夹回来。我是到期末真的跟他大吵一架，对，因为我已经受不了了。食物不能让。对对对，都没有。所以这个没有被尊重嘛？啊，你要夹，你要跟我问一下嘛。还有一个呢，就是啊，哎，价值的分歧。比如说一个可能很贪爱世界啊，不认为那个是生命中最重要，这个时候也可能会分道扬镳。讲到这，我们请大家来写一下好不好？在友谊为什么慢慢会变质，然后老友慢慢渐行渐远？哎。以上我们写的这些因素有没有哪一些刚好也是跟你过去的人生的经验有关？当然你也可以写不在我这上面的这五点，请大家来写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要再好不好最后一堂课啊，我们好好的再来聊聊，就是说如果友谊有了一些变化，友谊有了一些冲突，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再一次的啊，好像把那一个关系恢复，然后重新还是呢成为好朋友。好，来同学，哇，大家这个交谈的非常的愉快哈。不过我们要回到课堂了哈。刚刚我们请同学们呢，就我们以上这五点啊，这五点常常是友谊啊产生变化啊，
主要的原因啦、啊、当然还可能有其他的因素，对不对、啊、像第一点我就觉得可以解释很多了，因为近水楼台嘛，但是你如果远离了，对不对，慢慢的你就算尤其是在以前哦，你就是说这个江南江北或者是山南山北，有时候呢常常是很难再相聚，对不对、哦、那个时候那种安土重迁的生活，有时候改变一个空间要再相聚、哦、有时候都是一辈子不可能、哦、跟现在很不一样。那我们来看看同学们好不好，你来举牌、哦、认为你的友谊可能有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拿着讲，我们先从大卫开始好吧。你认为你曾经经历过是价值的重大价值的分歧，就是算是理念的分歧，就是这是上大学前的事。那时候有一个朋友，我们两个都共同目标是想要读音乐，然后开学之后读了一阵子，他发现就是跟他想象中的音乐系不太一样，然后他也失去了对音乐的热忱，所以之后我也有想要就是跟他聊聊看看能不能把他拉回来，可是他就是已经放弃了，所以之后就也没有什么再聊了。可是如果不当音乐人就不能成为好朋友吗？不是这么说，就是就少了那个热情，不是少了那个共同点。对，没有那个热情。你会觉得他有点背叛，你知道？不会觉得他背叛，就觉得有点可惜。我是建议说还是可以跟他再找出别的共同点、啊、那他现在过得好吗？还不错，就转去别的大学。我觉得生活圈的变动真的差很多，就是像我从一所学校毕业换到新环境之后，基本上就很少会跟以前的同学有联络。是吗？你对那些穿白色衣服的同学都没有联络吗？有，就是我们有时候在那现在都在不同的学校，然后他们有时候发那个生活圈，我就会回复他们，他们有时候跟我哈哈，对啊，好吧，就给我据点。然后我就想说，可能是因为就真的没有很共同的话题可以聊。可是每个学校都有校友会嘛？对，我们到目前为止就是高中办过了一次，然后那次回去的就不到10个。我们那时候班上有快要30个人，但是他办第一届的同学会，回去的人不到10个。其实要年纪越大，越会回去的人多。你知道吗？你回去问一些长辈老人，都说你同学会了吗？啊，那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哎，真的，因为你们现在觉得人生还无限延长啊，所以不会太珍惜，对，这个以后你就会体会了。我是134，我觉得最主要是3跟4，因为有时候嫉妒有时候就会影响到尊重这件事情。就像是我上次说我有就是因为成绩的关系就跟我的死党个性不合，可是看到朋友在跟另外一个人很好的时候，那种嫉妒的心会起来。哦，你也会哦？对，这不是通常女生比较会吗？没有，其实是别人在对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所以他就会在那个朋友面前就是说我坏话，说你不是，对，就或者是直接打枪我哪里不好哪里不好这样子。这表示这个友谊还是不够坚固。你知道你好我就觉得跟着也好，这个表示他跟你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有可能是他还不够成熟，我们其实都持续在发展，也没有人敢说自己已经成熟了。好，我觉得朋友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对，其实不管你跟他的就是你擅长领域跟他一不一样，但是都没关系，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因为好朋友就是你信任他，你们才会变成朋友，你们才会开始有交集，会聊天这样。就是信任真的很重要，然后也会是一开始建立关系很重要的元素。不被尊重，就比如说以前很要好的朋友，可是我们已经不在同个学校了，我们也不常见面，但他常常可能会开玩笑说什么，你是不是很闲啊？不是，你是不是都没有去上课啊什么的，就会讲这些话，就会觉得不太被尊重，就有感觉渐行渐远。如果有一个网友或者有一个朋友老是讲说，你好像看起来比较胖，常常讲会不会就开始很讨厌？对，会哈，对哈，尤其我不知道男生女生可能都有一些点会特别在意，好朋友以为说因为是好朋友，所以呢就很拖大，然后就一直讲这些话也不得体。一就是因为转学嘛，可是就通常就是让一些朋友变得比较就是没有那么熟，然后大部分吵架都是三嫉妒哈。对，然后二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他嫉妒我，所以他去跟别人讲我的坏话，那或者是我曾经跟他说过我的秘密那种。对，好，其实我觉得任何关系都经不起信任的践踏，这个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任何关系都是，包括婚姻里面最深刻亲密的关系也是如此。我觉得交朋友真的是二四两个会去并行，在我的想法里面，
但是如果今天你不尊重我，然后你今天讲了一个言论，就是让我觉得我很没有被，对，我很没有被尊重的时候，我其实会对你的信任感是会扣分，对啊。然后如果你做了一件就是我们明明约定好不要这样做的事情，那信任也会破，也会扣分。所以这样扣，最后就渐行渐远。然后我觉得生活圈的变动也很明显，就是如果你们本来就是没有很熟，然后只要你生活圈只要一变，然后你们就真的是完全就可能就不是朋友，然后之后见面也不会打招呼。请问你啊，如果有人跟你约了老是爽约，比如老是迟到，你会不会觉得不受尊重？或者你的重要日子他都忘记，但他的日子你都记得？我觉得重要日子他都忘记，但我都记得，我会觉得很难过。但有时候我也会忘记，所以好像也可以理解。然后他要迟到的话，因为我很常迟到，所以你也很可以理解，你都可以理解。我觉得要看人，如果这个人是明明你知道他是不会迟到的人，然后他一直爽约你，一直迟到的话，那我觉得我就会生气。对吧？应该是四和二吧。朋友里面常常就是会开玩笑，就是针对那几个人，他们每次就是之后都会很不开心。对呀、啊，那也会信任也会容易破。比如男生都彼此很要好，可是就很多话就随便乱讲，对不对？还在吃跟猪一样。对，虽然再要好也不应该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互相尊重是蛮重要的。我觉得跟刚才当当讲的很像，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可能大家还没有那么多心机，信任最容易被破坏的感觉就是秘密被讲出去。对，尽管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但是假设你从别人口中听到我只跟你讲了这件事情，别人知道了，那种感觉就会不太好。有没有什么具体例子呢？可能是我那时候喜欢哪个男生。哇，那这个杀伤力还蛮大的啊。对，就是像我以前我跟我国中同学，然后可能我们去了不同的学校，那到了假日的时候可能我必须去图书馆读书，可是他可能就会去可能唱 KTV 啊，然后就会变成说可能我们在一些想法上就我们可能再注重有点不一样，那就造成我们的话题啊或是一些想法上有差异。真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对，确实啦，这里讲的道不是说因为他念什么，就是说当人生追求的那个理想或者是重点开始不同了，志同道合真的是很重要。我们都晓得人生也许因为某些因素啊，我们的友谊啊好像不容易维持，那万一有了一个伤口或者有了一个裂缝，甚至已经断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友谊再恢复。大卫写的是有话直说啊，对啊，这个可能会加重伤害，但就是要把彼此不满的地方，你就是说打开天窗说亮话啦，不要在那样躲躲藏藏。对，对，这个其实也蛮重要。如果你想要跟曾经吵过架的朋友修复友谊的话，就是要重建那个就是第二个信任，就非常的重要。不然就是和好也会是有心结，就是表面上看起来笑笑的，但是其实你私底下还是不太相信他。我也要提醒啊，其实诚实我觉得不是只好像要求别人诚实，我觉得是自己要诚实。会不会我已经对这一个友谊基本上我已经没有期待了啊，甚至我对这个人已经不再把他当作是可以交朋友的对象，我就觉得也不要虚伪，你知道歹戏托盆啊，你懂吗？就继续大家在那里缠，好像在那里纠纠缠缠，这个都不好啊。所以真的要诚实。如果是朋友的话，至少要有第三者在的时候，一定要是三个都是好朋友的那种情况下，对对对，另外一个人会辅助，两个中间的嫌隙会很快。就像圣经说，有人出来做盐做光是吧？调和一下，调和一下，嗯。这种也不错哈，有这样的调人也是很棒的哈。但是这种角色不容易得到，对啊，因为那个通常要很有声量、重量级的人物才有办法。这个每次我看这个我们政委的答案呢、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叫做一笑泯恩仇，对，是不是？不要计较太多啊，不要计较太多。那到底要不要恢复友谊？就是顺其自然。就是你觉得那等于没做嘛，你觉得这个友谊值得恢复你就恢复，那你如果觉得恢复的 话没有比较好那就算了，不要浪费时间。那我先跳到王杜哈，你也是顺其自然，你的顺其自然跟他一笑泯恩仇一样的概念吗？不太一样，因为我的一刀两断经验是比较被动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把我一刀两断之后，我曾经很试图想要挽回我们的关系，可是毕竟他那时候看到的缺点都还在，我就是没有去一直记挂着他，然后就去跟其他人自我修正，对，就去跟自我修正，然后跟其他人发展一些友谊关系，然后慢慢的他就回来。因为
吵架冲突一定会有感到受伤的时候，是是，就是不管是受伤的那一方还是不小心让别人受伤的那一方，都需要勇敢，就是勇敢愿意面对，对，然后愿意为了就是这段关系在努力。我觉得道歉完，如果你继续跟那个人相处的话，可能有时候还是会回想到以前，就是可能那些不太好的不愉快，可是你又想到他有真心道歉的话，我觉得至少心里比较舒服，以后比较可以就是处得来。我后来发现有些人他不是不想要解决问题，他也不是不觉得你就是很重要，他只是不愿意低头。是，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朋友是对于你来讲是很重要的话，那我觉得你就要主动去低头，就真的要沟通。因为你如果不爽的东西一直放在心里，然后你没有讲出去的话，你就算今天我跟你道歉然后我们好了，我还是会一直觉得说我的心结放在那里，然后我还是看到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说那你还是就这样，对对对，那我觉得这对友情来讲都是还蛮不好的一个伤害。就是如果我跟朋友吵架，我不会说对不起，或者是对，我不会做出这种行为，但我觉得至少要有愿意主动和好的那个想法。所以如果别人来找你，你就可以顺势和好，但如果他没有来找你，可以用一些比较委婉的方式。是，譬如说什么？我会塞小纸条。好，沟通对不对？好，是。其实我觉得就讲一下话其实就很好了。其实你讲的也是道尽人间的一切，你知道吗？问题就是讲一下写一下，有些人就是比什么都还难，你知道吗？所以我刚刚讲诚实勇气真的不容易啊。你说啊，跟你说啊，真的是我错了，对不起，讲不出来，所以呢可能一辈子就后来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对，因为自己没有放下。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些这个课程内容哈。那首先当然我觉得你知道吗，当心里面跟我们的朋友之间有了一些心结也好啊，或者不管一些伤口啦，不管谁对谁错，其实有一件事一直很重要，要能够放下。这个放下这个讲很容易，其实很困难。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在圣经呢、啊、铁上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五到十八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都不可以，不可以恶报恶。我觉得以恶报恶这件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在那个茹毛饮血的人类社会里面，有时候确实有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就是说一种报复式的正义观点。不管是跟众人或者是跟好朋友之间，我们彼此相待呢，就是要追求良善。所以大家看到我特别引用这个，大家都晓得这个发起不合作运动使得印度能够独立的这个印度的圣雄甘地啊，他也说过，他说不宽恕本身就是一种暴力。然后呢你看这个丘吉尔也说宽恕是获得快乐的秘方。我觉得在友谊当中我们要经常来学习宽恕啊。但是我先来问一下我们同学好不好，当你跟某一个人因为有一些误解而慢慢的有一些好像冲突了，然后友谊生变，后来呢你们又透过一些调和的方式啊，刚刚讲的沟通啦， say sorry 啦，直接把话说开啦等等啊，后来你们又和好了，哎，这样的友谊会不会真的又真的比较甜蜜，比较甘甜，比较让人家觉得特别的美好，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会的话我们用笑脸，不会我们用哭脸。你好像多数都同意啊，苏勇你不太同意是吧？你觉得那个覆水难收是吧？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心结在，一点心结啊。对，就是很难真的完全忘掉。欣威跟当当两个都是举一半是什么？看人吗？但如果两个人都没有放下，或是一方没有放下的话，那你的友情还是会维持在就是有发生冲突，但是又好像没有发生冲突那种尴尬的状态。但是如果你们真的都有放下，然后发生的事情也不是那种超级大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会还蛮有滋润效果。我也觉得，我觉得是看那个冲突就是带来的杀伤力有多大。如果真的就是太破坏信任的话，那可能就会很难下次在相处的时候会像以前一样。只是有些小吵架的话确实是可以让感情更亲密。对，大家一定也会很注意，就是说在曾经有一个
那样的一个伤害之后，我们到底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啊，让友谊来重新恢复啊，并且呢让这个友情走得更久啊。我们来看下一页。各位知道这个宽恕教育啊，或者是圣经说你要饶恕人70个7次。那我们可以看到宽恕教育啊，其实对青少年是很重要。非常有名的全球专门走那个宽恕教育的一个学者叫 In Wright， 他跟韩国的学者做研究，就发现青少年呢如果懂得宽恕这个概念呢、啊、其实对他所有的人生的各个方面啊都有很正面的影响。你看、啊、青少年呢经过宽恕的介入辅导呢，对他人际关系的适应还有情绪的疏解都很有帮助。即便是父母这个家庭的一些这种不愉快事件，有宽恕辅导课程的，对于促进他去恢复跟父母离婚父母的这些关系啊，还有他自己的幸福感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纽约时报还引用一个这个学者的研究提出呢，就是说我们呢能够让我们自己啊跟这一些曾经啊好像有矛盾有冲突甚至有一些伤口啊的这一些朋友，我们能够再一次把友谊把它安顿好，让那个友谊啊好像再一次的被恢复，有哪些好方法呢？第一个呢就是啊一定要强化安全关系的基础。友情是我们情感的一种，它也是需要被呵护的。你如果跟一个人他都是不可预料的啊、我今天跟他讲这个事好不好呢，会不会待会网络上就已经天下皆知，就是说它是不可预料是不是可靠的。所以第一个、哦、要强化那个安全关系的什么基础。对，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必须在恢复友谊过程当中要，这个是基本功。之后呢要密切关注跟互动，大家晓得友情的什么整个巩固一定是要不断的有互相往来。刚刚讲过生活的变动常常是导致友谊慢慢的淡薄，那就因为缺乏互动了嘛。第三个就是啊让自己被了解。哎，我们身上会不会有地雷啊，不喜欢人家踩上去，踩了就会爆。大卫，人家如果说你什么，比如说、哦、那个吉他弹那么烂啊，会不会特别生气啊？你是鼓手还是吉他手还是 vocal？ 我是 vocal 啊。对，会有一点不开心啊。所以你走音了，你会不会很难过？会啊。有时候要让自己被了解，就是说，哎，我很在意什么啊？这是我的点啊，是我的雷区，你千万不要踩上来。把自己的需要跟好朋友很坦诚的说明啊，这可以减少很多冲突。哎，还有第四个，不要忽略友谊世界里的小测试。哎，假如有一天啊，你盛装打扮哈，结果你到了那一个很重要的聚会，对不对？结果你发现啊，你的好朋友跟你居然撞衫了，这样会怎么样？一起去拍照。对，我会拍照，会一起拍，很巧啊。因为很好的朋友会拍照，真的哦。不过是还好朋友，就觉得很尴尬。哦，真的哦，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前面的那个第三点是刚好交互关系哈，让自己被了解。最后一个，友谊里的亲密呢，期待人人不同，每个人的口味、每个人的期待值、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我们有时候在交友的时候，我们很少去想这些。尤其是站在对方立场想，哎，他到底要什么？哎，你会不会有可能就是说你送的东西对方并不喜欢，反而让友谊受损？你以为这样做很好，但他可能并不要。大家想雨果哈，雨果说过这么一段话啦，就是说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襟，用宽阔的胸襟去包容消极的情绪和委屈，用善意的态度感化个别狭隘的人，会建立起天高地阔的交往环境啊。因此选择饶恕。你要饶恕叫 forgiving， 对不对啊？是为了要给，对不对啊？所以呢，是打开胸襟的议题啊，已经悄然的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说过，他说宽恕呢是所有美德中的皇后，也是最难拥有的。其实在，友谊的关系当中啊，我觉得矛盾冲突或者是一些你知道枝枝节节不愉快是在所难免的啊。什么可以让我们重新恢复到曾经拥有的那个友谊？我觉得不可或缺的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真正的放下，多一点帮对方思考，对不对？想要给对方什么，这个就是 forgiving 啊，我们就是能够饶恕。那只要我们有一颗彼此饶恕的心啊，我相信友谊长存并不困难啊，也可以让我们在青少年或者我们年轻的岁月里面啊，不会因为友谊好像就变得很苍白啊。而是能够非常的瑰丽，非常的亮眼。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角色的时候，巩固友谊、维持友谊是我们很想努力的目标。但不可否认的啊，友谊也确实是有它的相关限制啊。但是只要我们还有那样的一个机会，总是把友谊经营好，让我们彼此得帮助，把那个上帝摆在我们人世间的爱啊，也能够透过友谊
能好好的把它给发扬出来。好，我们今天就要上课到这，好不好？再一次祝福我们同学们，好不好？都友谊长存，身体健康，谢谢，谢谢。Good hand.